我嘅夢想，因為我有兩個仔仔啦，咁我希望咧可以帶曬佢哋去全球嘅迪士尼樂園嗰度一齊玩。我喺樂園已經做咗超過15年嘅啦，第一個崗位咧就係觀光服務嘅款待專員。 啱啱著翻件賓客服務嘅衫嘅時候咧，我的確係有諗起我15年前著呢件衫嘅時候嘅，心態都冇變到啦。咁我著起上嚟覺得好有使命感。我哋喺迪士尼大學都有講過啦，我們創造歡樂，可以帶多啲歡樂俾唔同嘅賓客咯。我第一日入到樂園嘅感覺好興奮咯，究竟迪士尼樂園係點樣嘅咧？會喺香港嘅話？ 城堡俾到好多唔同嘅回憶啦，因為之前有好多唔同嘅活動都喺城堡前面搞嘅，而家望翻個城堡，哇，真係好高好大，係啊，好充滿夢想啊！好希望咧可以帶小朋友咧去曬世界各地嘅迪士尼樂園入邊玩嘅，即係我中意迪士尼，因為佢係一個好夢幻嘅地方啦，可以帶俾人歡樂，就好似華特迪士尼先生一開頭要起呢個樂園嘅時候啦，佢都係為咗佢兩個女咧可以同屋企人一齊玩，咁我覺得佢呢個理念非常之好啊！ 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保持童真啦，相信夢想可以喺一个好开心愉快嘅环境下面去成长咯。